英语有较好无？有啊，有较好。有较进步啦吼。有。嗯，大哥。嘿，英语有较好无？有较好。有较好。好济啊！这假日有没有比以往的假日八成左右？有的，有增加很多。虽然买气有回升，比以往的最鼎盛时间。大概我看恢复大概六七成左右。我们对九份三千这样的观光客常来的地方，我们还要再加把劲，再冲刺。希望更多的买气能够带动九份，带动新北市的商圈夜市，所以买气能够再度回到最高峰的时间。让你们刘花婷也是市长的名字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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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，谢谢市长。谢谢大家。